双龙国小啊。好，我们即将进场的是我们的双龙国小，双龙国小我们的王主任在现场啊，每年龙舟赛的主持人。是，我们有双龙国小，我们双龙国小是双龙足球、有氧体操以及韵律体操所组成的双龙运动家族。我们热爱运动的我们，将以最热情、欢乐足球及韵律体操向一同前来参加元宵彩蝎活动的朋友们表达祝福，愿大家都喜气洋洋、幸福平安度过明天。现在是双龙国小，我们双龙国小音乐群准备，是我们的双龙国小足球队有氧体操及韵律好威。哦，听说我们全省有氧、韵律及足球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支队伍非常的厉害。